里刚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这也是。我怎么一直冲来？怎么一直冲来冲来冲来？做一个噩梦，超恐怖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就是我去夹娃娃，我就一直走啊，然后走啊走啊走啊，好像一直停不了，想出去也不行出去，忘去上厕所喝东西喝吃东西也不行，然后就一直走不完啊，好像在鬼打墙一模一样。我昨天有做噩梦哎。我先讲。在森林里面的时候，好像被水鬼抓一样。更恐怖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梦到我一个人在这里睡，然后有一个婴儿被我拉过去又拉过来，最后拉进去一个衣橱里面。